拿着硬币卖蜜瓜，运气好就能刮到头奖。今年新春，台彩一口气推13种新的刮刮乐，1200万大吉利，有6个1200万头奖，100万二奖多达175个。另外有百万奖项的，还有五路财神500万8个，无敌开奖机300万4个，恭喜发财200万有6个。100万以上的奖项有1092个，这样的一个金额也是跟个数也是破我们历年单次发行彩券最高的一个记录。以往没看过的刮刮乐，还有金兔报喜10万奖项500个，好运旺来30万奖项5个，招财兔80万奖项有6个。农历过年长达10天，这个是我们春节期间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休假的一个天数。那加上这个疫情可控的情形之下，所以我们预估在我们今天启动电脑型彩券的加码之后，总共加码9亿的促销之下，所以我们预估在这个加码过后，我们的这个销售的金额预估可以来到53.6亿。乐透有360组100万春节大红包3.6亿元，威力彩头奖机动加码2亿元 ，bingo bingo 预估加码3.4亿，台彩大手笔让大家过年试手气，有更多的中奖机会。三立新闻郭宇轩台北采访报道。